近年来鲜少有大型演出，阿信将生活重心转往经营副业，外界粗估他的自创潮牌，再加上演唱会以及词曲版税收入，总身价逼近10亿。尽管拥有超高身价，但阿信平时不喜欢奢华，维持着简朴生活。他曾透露自己平常的宵夜只要吃一包盐水鸡或泡面加蛋就可以很满足，连爱车也不是名贵超跑。出道至今第一笔最大的开销就是买给爸妈的千万豪宅，可说是相当小事。平时很节俭的他，对住处反倒花钱不手软，买下要价8595万的豪宅。不过单身多年的阿信，一个人独守豪宅显得有些寂寞，粉丝纷纷希望阿信早日抱得女人归，圆满他的感情世界啊。